这是春秋，这里有最原始最浪漫的人性，也有最激烈最血腥的争斗。在这里，美貌未卑者无论男女都是礼品，在这里，才学剑术可令王侯低头。这里是乱世，这里有最灿烂的罂粟般的风华，也有罂粟般的血和毒，一切只取决你够不够强大。他来到这里，成了被未婚夫劫杀的玉女，为了摆脱身为礼物的命运，他绞尽脑汁，准备凭借智慧和剑术求取从容人生。